卷，鸡皮包鸡腿肉，鸡腿包鸡腿吧。这个叫夜市小吃啊，什么肯德基、麦当劳小吃我都卖，因为我很爱看，也很爱吃。哦，这个鸡皮包鸡腿回去用煎的、炸的都可以。哦，啊，这不是面粉沾的，是鸡皮哦，我一个都不会酥脆，满含带籽。没有人要了哈，一条卖偌济啦？三，两条来，最后来两百二，买三条，买四条再来。哎呀，要食鸡腿卷，鸡皮包鸡腿肉来三包，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二块、两百块、两百块、两百块来四来，八条来、八条来、十来来四来。两百块，两条，七条，两条，八条，十条来两百，两百来四来。啊，我帮你。来七来，来七来，来七来。好，来七来。我买水，我只喝几杯的，喝几杯的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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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人会买，来养那母鸡，因为不好养。对，真的，那阿姨可以选择买不买哦。这个不给哦，我每年都有在卖，你给我啦。太多了，太高了，我的妈呀啦！对，给他一个吸一下吧。哦，这样吸。啊，该死的，给你，我应该更死。来，给我。给我啦。就这么大只的而不给，好，鹿茸冬虫，闻一下味道有没有香啊？好，因为你的小孩子在给，你敢去给？是大鸡鸡，不是小妈妈这已经不小了，鸡不会再再的，妈妈你的鸡养错了，我每一只它都养错了，哦，这个都可以调味的料理。还有一样吗？养它呀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们今天要留下来，我就请你们吃饭都没关系。好，来，这多少钱？啊，就这么大，哦，饭店在吃的，饭桌在吃的大鸡鸡，哦，鹿茸冬球，今年已经挂我的品牌哈，哦，流派展示我们的品牌，哦，还有是姓刘，不姓刘哈，再多一点了，等其他搞起啊，过来，鹿茸，五百。笑了，洗把口红别。是的。买母鸡送女朋友。今天吃看看，也可以一下。哦，冻起来。洗把的。哎，给啊，那个让豆豆踩别别，让他洗吧。买鸡送鸡啊。350块来，砸了。没有。就是我以前卖的啦，但是今年已经挂上姐姐的名牌了，懂吗？因为他说你卖15年了，今年第12年你别挂自己的名字，我们家家族的名字啊。沙发楼来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八边，进来进来，我你赶紧起来呀，你自己去养鸡好了啦，自己不可以叫鸡哦，可以养鸡哦，来沙发过来，沙发过来，鹿茸冬虫进来沙发进来，来加块700啊，来三百块，想办法来沙发，高级吗？来七百块啊，三百块来，来沙发，来沙发，来沙发。我放，我放。
我是要卖两颗哦，大白一颗就是500块，多放多放，多放，可以直接来多上一颗，两百块，两颗下不了。多少钱？对，没了，来下一个来看什么？你们想包？多你来给我多点。要300块，要300块。来包掉两组的。来一个。来玻璃哦，这两天来订没有？我的北京哦，好，没有包啊，没有包啊，准备要开了，来那个白鲳准备，这个叫多利鱼，什么叫多利鱼？也叫花鲨鱼，也叫鲶鱼的，懂吗？啊，多利鱼就是鲶鱼的，懂吗？啊，这无有气啊，会塞吹，会塞煎，你要做鱼排，航空公司认识的鱼排就是它。我去越南都是它，每一道菜都有它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吃，没有细致，也没什么苦味。好，一包要偌济来？3包，两包无吃也无关，吃起来可以说跟鳕鱼媲美。那所以没好吃，700、200、500可以两两多利，500块，一包多利，还好点。三包两大包，哈，客人都说他给你他是500块，还是200块，500，一包价格多少？来4包4公斤500块啊！4包，来2包多利还有吗？有吗？在教育，我今天就是配到自己。